我们今天要吃砂锅鱼头，然后一样是乡民小馆的。乡民小馆的砂锅鱼头就是有一只鱼，还有汤，那还有这一包，就是有豆腐跟豆皮，那还有冬粉，然后这个猪肉是我们自己去 Costco 买，然后分装的。好，现在我要等这个汤稍微热一点，我先来加鱼头。剪刀在哪？剪刀。都加下去，猪肉要加吗？都加，这个都可以直接加。牛肉你不要。牛肉等最后要起来。我等下还要给你。有高丽菜，它的鱼蛮大只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鱼，好，其他先不用放，把豆皮放下去就软了。豆腐放，啊，杏鲍菇可以放。等下就切，反正它就变煮。好，那杏鲍菇我先放。把你的杏鲍菇滚了，然后再来放豆腐。豆腐这边有了，你那个还要？那酱不要，太多了，把这边放进去。豆腐这个再有点。好。刀再借我一下，接着放豆腐。它的蒜很香哎，不过就是它有培根比较少，但是鲜菜有讲说比较少的用的。那招牌是啥？它是这个哦，它味道很香，非常香。我觉得它味道很不像我们印象中会吃的。对。只有两个好吗？好啊。去哪？在这边。冷冻吗？最里面。丢两颗。丢两颗太少，如果你真的要丢就丢。丢两颗。一人至少一颗吧。没有，你就丢两颗。你丢三颗就好，然后剩下的我下次要煮白菜。因为我们今天肉，你丢那么多。最后再加就好了。那这个。先来切高丽菜。那其实我拿过去了就好了，它滚。我把这个拿这锅拿过去小米电池那边，让它滚。
把它开到最强。火锅，盖一下，蛮强的啦，现在已经继续在滚了。然后把一些菜拿过来，这个是猪肉，然后豆皮，那汤的味道很特殊啦，我是觉得真的还蛮好喝的，大家可以搜寻一下香茗小馆，看一下它的招牌，其实就是这个砂锅鱼头。哇，然后准备一下大家的碗，这个是干净的。好，那我应该可以准备丢其他的料下去了。青菜可以丢了吧？可以可以，这个高丽菜先，高丽菜要怎么丢？高丽菜先丢啊，好。很香哎，那你应该差不多。哦，很香。哦，地瓜叶等第二轮好了，等那个，然后丢点肉，跟豆腐，肉先好了。应该再盖个五分钟就可以吃了，把它盖起来。今天是砂锅鱼头火锅，好吃啊！我这家的味道很特别，这家。我吃过吗？你没吃过这家的砂锅？好吃吗？还不错，我刚才有偷喝一口汤，觉得。妈咪，你应该不好吃。偷喝一口汤而已，又不是什么。然后最后我把这个豆皮给加下去，
哦，看起来超丰盛的。结果我们刚去的时候才发现，我跟你爸都不爽，今天是单号，我们就没办法。因为我们之前都在这边附近，都在新店，他们不是，我们是想说去台北，结果才知道这个。可是，啊，只有他能进去吧？你又不能进去。对，就只有他可以进去。对啊。可是我们可以叫他买，我们可以跟他线上连线。右边那一个，右边那一个，或者左边那一个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，很丰盛的砂锅鱼头，那我们就开始吃啦，大家晚安。